好啦，嚟紧讲一讲属牛嘅朋友今年嘅运势咯。属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喺事业上面咧就会有一定嘅起色，因为今年咧就系你事业发展嘅一年啦。咁亦都会喺工作上面咧会有贵人嘅相助，咁所以今年咧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有咁大嘅生意咧就搞到咁大咯，千祈唔好退却。但系今年咧，虽然就话有贵人啦，亦都会对事业有帮助，但系投资方面咧，亦都要更加小心啦。因为今年咧属牛嘅朋友咧喺投资运势方面咧就会比较差，乱咁投资或者冇足够嘅详细计划而去买股票啊，或者买基金嘅话咧，好容易咧会损手离场。咁除咗喺财运同埋事业方面咧，属牛嘅朋友今年整体运势都系唔差嘅。喺感情方面，如果本身冇对象嘅，今年好有机会可以揾到如意郎君，好好咁样咧就去发展一段新嘅感情。如果已经有伴侣或者有另外一半嘅朋友咧，今年亦都有机会同自己嘅另一半更上一层楼，系订婚嘅一个好日子嚟嘅。今年属牛嘅朋友，如果想提升运势嘅话，可以佩戴属鼠嘅饰物。因为这个饰物是有助你们在无论你们的事业啊，因为感情方面都会有一个帮助。在这里祝各位属牛的朋友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。